家里哈，用三个步骤。来一起正义的，还是在过脑。妈妈，我跟你讲哦，哎呦，打掉掉啦！小心小心，小错。无论是晴空万里，还是滔天大浪，不是带不下竿，没有断线不回航。今天就跟着神老爷的脚步，一同踏上东部海域，寻找无坚不摧的狂暴猛龙，展开一场穷凶恶极的乌龙大战。最近东台湾的海域相当的不平静，整个已经过来，现在有信号，有信号，真的吗？有信号，他已经拉上一点点，有好吗？听说隐藏在这缺洞穴之中的怪物，就是身长一尺的巨无霸神龙。喂，喂吧，大哥你看，哎，错的哦。为了这场惊世骇俗的屠龙大战，各方高手齐聚一堂，誓言超越巅峰，成就霸主地位。进来，进来，哦，哦，哇，不要那个啦，无啦，莫比啊，我没有。我要放松吗？哎，这个，好了，你跳，大家要起来了。兰克啊，金龙连最火红的新春地炮即将震撼登场，凶派！哦，我等来公司啦，兰克，哎，甲各位拜一下年嘞哦。新家呢，他喜气洋洋。啊，伫咧遮辛苦，祝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安尼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哦，今年哦，平安大赚钱。啊，讲到赚钱哦，恁拢还未上班呢？好，阮就开始要开工啊，无多。听讲即阵讲哦，啥物咧？大户出现，那叫阮大阿一点发多大，啊，搁咧过年呢。哎呦，不要这样子好不好啊？夺命连环扣，人家都还没有开工。因为龙虾大叔啊，有听说有巨型龙虾跟石头一样大，所以现在不去的话就没有了。过完年就没有，受限啦，不可能啦。真的会啦，他们那么厉害，他们都知道过完年就会真的没有了。哎呀，过几天再去啊，他不会。哎，跟手臂一样长的龙虾看起来有搞头。好，马上出货，没有大虾不回航。走错路吧，既然带我来钓虾场找大虾，吼吼，今天是浪惨啦！啊，算了，还是先找老板再说吧。你看到我的串是对无？哦，哎呦，你又看，阿芳，你把人拢来电脑嘛，唔中情况，我哪会来这出现？哦，安尼我就浪惨啦啦。哦，没啦，沈哥，咱这内底电量线嘛是有技术的哦。我站住。好吧，既来之则安之，秉承这个机会，还可以找到一些钓龙虾的法宝哦。OK， 事不宜迟，他钓都去得钓啦。哎，店长，哎，阿舅啊，开始要钓，哎，都安尼凊彩甲弹落就对啊。嗯，哦，无，沈哥，咱爱钓到我边边的，因咱钓一块房啊有无？啊，房啊下底就是看真正的力量的。你讲这抓到有破掉有扛金针，哎，抓底破掉就会杀呀。这样，好，现在就开始等。啊，他那个鱼讯来的时候是怎样？他讯号？鱼讯来时，咱哥阿伯会丢嘞丢嘞。哎，哦，当时也是耍，你看耍伊会拖歪去。哎，啊，拖歪去的时候，咱就是爱拿准备啊。啊，用水讲是真简单啦，实际上掉下来吼，可是挫折感满点嘞。到现在还是没有消息啦，不够可怜。强了吧，
兄弟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就给我钓到龙虾，一定还有其他的独门招式。我说老弟啊，还不赶快交出来？因为它有两根胡须嘛，第一个你会先碰到它嘛，那我们通常都是这个碰到的时候，就杀戮杠牵碰到的时候就吃串了，就会中它的须了。哦，对。这个是两种方法，会，它就算一个就是你找到它的时候，就利用鱼钩的部分去给它勾起来。对，啊，另外一个就是等它来吃。对，再吃。哈哈，鱼钩学到一招了，接下来就靠我老爷如何双管齐下，收擒巨无霸神龙。我教他钓，哎，好不好玩？钓，好玩。第一次哦，我第一次钓。哦，那好玩。那个感觉怎么样？感觉很有力，很有力啊，没有拉筋。好，谢谢你，谢谢。哦，一百块钓。哇，今麦是上面监控啊，接着给我中虾，看的实在是吼，有够眼红的呢。龙虾开始大咬，吃饭时间到了吧？你们的不一样，我刚是用那个鱼肉呢，然后利用虾仁，哦，想袂到讲虾吧遐强嘞，安尼虾好甲活海哩，啊你会使给我一尾咯，虾好我来甲教我活鱼看卖啊，好啊好啊，感谢你。OK， 现在必杀武器都到手了，马上就要看老爷我如何大杀四方。帅哥，哎呀，丢不？冷冷的心上人呢？是哦，我看你安尼钓。哥林，钓啊，喂喂。啊，你来你看。我当看你看遐久啊，哦，我真正冻袂住。冻袂住安怎？对啊，你安尼钓袂晒，我嘛真正要钓啊，我拢拍野手，那叫做拍手。拍手。对，你也想我安怎去钓野手？你该是真正厉害。你安尼讲到几点钟，搁到细甲宣布，表示你中头就对啦。假讲。这条地吼，你算苦落去了。系啊。光说不练，你要出一支嘴，啊，看到老哥有困难，你也袂晓出手相助，然后倒掉点相判。啊，重点是我袂使帮你掉啊。啊，这样你即马是安那？真正是乌干啊，带导游看不出来啊。这个格林吼，钓卵师是一流的，没有想到钓龙虾也是有那么一套，呵呵，只是怪怪哦，是安怎头家拢不爱和你钓，你是欠人回啊钱吼？小姐。麻烦，他放开出来的，他放开出来的。阿德，外遇照没？有，感觉是黑毛啊，有毛吗？有。拒绝往来格林呐。我咧讲你啦，无怪乎人歪乎你一只钓，你遐找时间把人清清咧，无你安尼用钱包来那么这个问题哦，交给我来着。哎，找时间爱讲迄个，叫我这个人啊。有啦，我有签啦。是安尼啦，嘿，那就因为吼，伊收到钓啊啦。都侪人家咧看不练的啦，嘿啦，啊，所以吼，咱就，阮就尽量看嘛吼，伊做落去钓安尼啦。收到钓，人家咧看不练。沈哥，你看这是记录啦。这，哎呦，这几公分啊？无啊，这啦，笑我啊你啊你。啊，你啊喂，笑我是直接拢记记呢啊。你这个不是阮接钓的哦，这是野场的哦。野场？哎呀。你在野场钓的？有。你只拖的好，我咧手拢翘起來，我今仔日咧袂使，我伫只咧拢放久咧。咱明仔载吼，带来野钓，吼，大杀四方一抓。我钓几款咧？啊，加粗鲁。想不到咱们台湾还有这么大只的野生龙虾，不去挑战一下怎么行呢？这场惊天动地的屠龙大会，我跟定了。
对啊。兄弟，我已经两年没来了，两百块。啊，这阮这龙虾，你拢在搞吃无呢？有哦。哦。都毛偷偷在吃。哎，啊，龙虾这侪个这大，啊，咱两个钓呢？哎，咱两个要做几只无？你嘛帮忙。没啦。啊，你高手嘞？有，跟你讲，拢在遐。酸鸡的店来钓，因为这个场哦，它的环境很适合龙虾的生长。注意看哦，它的肉重，就是它小不错，小波状哦，很绵密，绵密够多，够多啊，多层的 JN 哦，这个一层一层这样。哎啊，龙虾它是适合它这种环境，它能够让它生长。苏澳港的消波块层层叠叠，地形呢相当的复杂，大大增加了做钓时的难度。但也因为如此，造就了龙虾嘴角生长环境。加上保育的政策确实的在推行着，让苏澳港有着龙虾天堂的美誉。今天有了众家高手的相挺，这场激烈的屠龙大战肯定是精彩可期。哦，话不多说，开战喽！哎，这个钓啊！哦，钓啊！哎，好，我给你去，走，钓啥？钓地球啊！钓地球咧！啊，你看啊，大虾，我伫遐咧打做工，啊，即摆你钓钓咩啦？钓地啊，爱盖啊！唔是甲错灯哦？未使啦，你啊，即摆一个坑啊底吼，虾啊足济，对不对？你嘛钓鱼啊，就你嘛挂灯啊底，哎，啊，这个坑就废去啊！你啊，怎么解啊？这个怎么解哦？我解小法宝。噔噔噔噔！啊，这个用这个演技啊！咱惯的吼，把演技这样调咧肉帐篷啊，对。哦，咱来用这个演技，来把这个另外调起来演技个海钓。在收线的时候呢，那也有可能一样碰到会碰到相同的情况，你可能上不来，因为它卡住漏重。那我们在起铅的时候呢？收线也是不能用力的。那我们不能不用力的时候，因为我们收的时候，你如果太用力会卡住，就像现在这个状况一样，我们卡住，可是也有可能你太用力的时候会放不下去，那这就会造成我们钩组的损失。那所以在收线的时候一定要轻轻注意，慢慢稳稳当当的将它收上来。在这里一定要奉劝所有的钓友，当钓组挂底的时候一定要使用解卡圈，千万不能剪断钓线，以免破坏海中的生态。阿盖啊，真的是太神了，才刚来耶就被你找到无敌大龙虾的巢穴了。哇，我在钓哦，哎这汤哦，咱来收煞是才较好看。国外后鼠吼，它就是包两次的阳杆形成，它就起来了。哎，给我，耶！拉一把，哦，波纹，这是波纹，哇！是呀，就觉得它的脚有没有？没有。触须有没有？它有那个斑马线有没有？蓝皮啊，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小 baby 呀、啊？咱们宜兰的这片大海，才一开始就给我一个 surprise。OK， 我要来找个好位置。开始请兵喽，石哥，哦，咱来这个钓场吼，咱第一个钓龙虾，咱爱先会当选点，先选点就是讲，因为咱较在坑，对，较知影虾啊差不多比在倒位。OK， 嘿，咱即摆咱看这个肉粽的摆法，咱注意看，水嘛，安尼涌上来，对，会涌上来，那遐就是剥出来就是，所在就是坑，嘿，迄条坑伊大概它是外坑。最硬，按下弄进来，而且汤涌上来。龙虾冻的特征，一般龙虾
家最常躲藏的地点就是消波块堆叠的时候所产生的缝隙，而这些缝隙呢必须相当的通畅，海水不停的涌入才有办法让龙虾停留，而龙虾喜爱阴暗的环境，所以当钓竹放置阳光无法抵达之处，就有机会给它钓中龙虾啦。随时都会跟它擦肩而过的哟。我们起虾子哦，它我们不像我们基钓一样哦，有讯号的时候是马上扬竿。拔做何？不可以，因为龙虾它在救的时候哈、哦，它是很轻微。先把抱过来。对对对对。那时候如果你轻易的马上扬竿的时候，哦，它放开了。对对对对，那个太粗鲁了，所以我们要顺顺的上。我们要利用我们这个杆子的那个调性哦，然后扶住你住脚，它是要握得稳。很多要看遐龙虾吼，遐侪手诶，啊，伊上主要吼有两只手有分叉，迄就是因为伊讲伊咧觅食诶时阵，啊，伫咧行进间，他会去感触到东西。哦，就用迄个，咱安尼会使甲试看卖。哎呀哎呀，我只有传这虾啊，嘿嘿嘿，啊，我即摆甲等落，咱看龙虾诶救状况。哦好啊，看伊迄两只手诶，啊，安怎去操作？对，我看伊安怎食哩。OK。哎呦哎，不要甲抢。哦，那个鱼哦，哦，你看又抢的，他倒腰看，我给我等一个，我等了，我等个谁的？我呀，哎，开始聊哇，哎，开始，哎，今天就开始，开始来，哎，伊都，第一时阵伊都开始咧滚哦，哎，伊会挑伊上好食的角度，哎哎，因为伊龙虾嘴吼是敢两片石头的，所以吼，根据伊的旧的习惯吼，咱就会使应用伊的干尾鱼讯的判断。第一个阶段就是伊双脚徛悬，讲话伊就第一个阶段先小凹，小凹。第二个阶段就是伊已经抓到啊，抓到了吼，也重重的在大力凹了一下，凹了就是拖到地上，哎，有贴地，哎，龙虾就整个平面的贴地，就把它那个饵也贴地。要第三个阶段吼，就是已经摸到啊，哎，阿姨一只吼也惊，因为伊惊把种迄落伊的同类啊，是把种伊要来个抢，对，所以伊的车登地也拖入去野坑诶，把它抱回来，阿姨。一，这第三个阶段吼，它就会很重的大力的最明显，哎，最明显。啊，这个时候就是要扬竿还是什么？这时候我们就要提竿了，就要提
提干的，提干它东西它会感觉它有个压力拉不走，所以它就会跳了。哇塞，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了！从龙虾的进食习惯就可以参透到起虾的最佳时机，难怪每次出征都可以百发百中。你们这群屠龙高手哈、哦、，I fool you！大哥，哦哦，咱即摆再开始钓啊、哦！哎，开始钓了，好、啊。哦换家具，准备开始烫身咯。三哥，哎，你你捡这什么挖沟啦？哦，咋？这支水呢？这支哦，你要看麦。两个螺丝，干那金蕉的修好。这个这个干真真不行。不行，无用武之地。真的无用武之地。啊，阿你这支先叫我烫者。怎样呗？你看你。嘿啦，接啦。哎、欸，沈哥嘿，看头前一挂，好不？哎、欸，倒手倒手边嘞，倒手边嘞，哎、欸，等等等等，你卡你卡，好了好了好了，哦，那那哎、欸，哎呦，你那都比准，啊，你这个小等啦，哎呦，我都用不下你嘞，啊，沈哥，你欠一支你家己量身定做的，好啊，我，啊，你哥哥瓜要怎？无无安尼啦，沈哥。我今嘛吼，带你来去阮做果啊朋友遐，专门咧做龙虾果啊，为你量身定做，打造一把你的专用杆。哎呦，想不到钓个龙虾居然还那么讲究啊，连杆子呢都要量身定做才行。OK， 既然如此，我就趁这个机会打造一把老爷我专属的屠龙大刀 ，Let's go！沈哥啊，哎，老叔，哎，你看今天你穿啥来？哎，沈哥，你哪来接啊？哎，幸会幸会，久仰大名。说到老叔做的龙虾干，可是轰动武林，惊动万高。据说台湾钓龙虾的钓友呢，有一半以上的杆子都是由他亲手打造。而使用手工杆最大的好处呢，就是可以依照每个人不同的喜好，做出许多的变化。想不到只要多花一些功夫，就可以在钓虾的过程当中挥洒自如，更加的轻松，真正是冒掉喽。啊，沈哥，安怎嘛？要来拔这个大尾，哦，来个拔一下个冰感，咱需要一段，来个拔一下个油，撸油。实在是太专业了，玩钓竿居然玩到连大型的工程用机具都一应俱全，简直都可以开一家小型的钓具加工厂喽！哦吼，这个老朱哈、哦，真正是受人尊重。大哥，哎呦，你有喜欢试过没有？啊嘞，你这信任我。OK， 好，太棒了！既然还可以亲手打造我的屠龙刀，嘿嘿，来这抓真正是赚到了。OK， 搞我处理的好，这不会太慢了。哎，我发给，打发呢？哎，六百。对呀，这样比较快啊。卖差了，我今麦咧泡，我敢在今麦几多，我咧收音。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的专属龙虾干终于快完成啦，哈哈，好期待哦！沈哥，哎，阿你生得真快 ，OK 了吧？阿妹，再注意啦，好，你要干点点，好，好来，沈哥，你来无了阿妹。下回啊，这些代志大条喽！我的屠龙宝刀该不会只能拿去喵比赛了吧？那你看这个地方特别细，会断的就是我抓的。真的吗？哎呦，好像是好像筷子一样，一扯就断了。哇，这个真的哪里够哎？可以撞到大龙虾，马上就再见了，直接这样再见了。制作龙虾干，除了干鲜的部分要特别注意之外，在珠子的绑法上面也要特别的加强。每个珠子间的距离都要经过很仔细的测量，才可以让种虾的时候收线可以更加的顺畅。大哥，你敢知手工果啊，敏感度，敏感到什么程度？你知影？我唔知呢。连狗也爬过，伊嘛叮当。
为了证明格林的话，我们特别准备了三种不同重量的铅锤，分别挂在手工杆的杆尾上面。最后发现，针对不同重量的铅锤，杆尾反映出来的差距呢，却是相当的明显。不过，这样子的差距应该还不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吧？哦，阿力好多兵哦，兵也逃啦，家党坏坏。啊，你那个新菜瓜伊嘛是运动害。好，无你认为安尼吼？你认为我这拢相当对不对？对。来，咱开始吹。真手工锅啊，就是差在这啊。虽然有了手工杆的加持，提升了我不少的战斗力，但想要挑战生产在暗黑魔窟中的百年神龙，我有野心是无够的哦。看样子，老友我有必要跑一趟海洋公园，彻底了解龙虾的习性，才可以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位新北市的野柳海洋公园是北台湾相当著名的观光景点，平常除了养育各种海洋生物让游客观赏之外，同时也肩负着呼吁海洋的重大责任，尤其对于龙虾的保护更是不遗余力。他们每年呢都会固定放生3年以上的成熟龙虾，目的呢就是要让海洋更加的充满生机。龙虾其实是蛮强势的一个品种，有时候会移动的时候会群居的移动，那可是平常呢是各自一个人住一个洞这样子。哦，因为那虾子跟螃蟹一样呢，都是要脱壳才会长大。那脱壳的时候呢，就是它最脆弱的时候。当脱壳的时候，身体很柔软的时候会被同类吃掉。对，所以它必须要在平常就是独居的，好独居的。那有一个季节性到了，它就会集体迁移，可能气候啊什么关系，它会迁移。哦，说它在脱壳的时候，脱完壳我们也钓不到它，对不对？原来钓龙虾还真不是一件那么简单的事啊，要注意到的外在因素还真多呢，只要有一个环节不配合，很有可能就跟他擦身而过了。难怪有那么多人把钓龙虾当成挑战的目标。哎呦，这些这小 baby， 这小 baby 幼稚园修好那个里边啊，这首先两条呢，慢慢变，等几该卡等下短。这是同一只吗？不是，同一只，同一只，这是全场记录啊！全世界只有我们这里才有记录，你都那么有心哦，还有一处保姆。啊，像这大只，搁等下，我就开始放掉啊。啊，一般他一日也才大到几岁喂？啊，几岁拢20年以上啊，来这五四五斤以上那种，拢10年起跳。你如果钓到5斤的，都就是30年起跳。哎，拢30，哎不，10年起跳。10年起跳。啊，像你啊，大概30年。哦。Frank 啊，有听无？咱们可爱的龙虾小宝贝，可是有30多岁的寿命可以活。所以呀，以后如果看到小只的龙虾，可不要急着把它带回家呢，要还给他们快乐长大的权利哦。这个会长大，就是我们台湾的哦。台湾也有，对哦。会长到那么大？可以到那么大。可是台湾已经赶快。对，可是台湾抓的比较那个多一点，所以它没有那么大，可以养活。哦。也比较没有机会活那么久。抓的比较多，所以说我们还是要不能接着。对的，还做保育的动作。丢，哇！谢谢。OK， 时间也不早了，趁着现在黑夜降临，正好是龙虾大军准备要出征的时刻，我已经等不及要来挥舞这个专台湾和多一武器空顶国宝林的屠龙宝镐喽！有了这把神兵利器的加持，今天一定会有个不平凡的夜晚。而且格林还说，他也带来了一样珍贵的宝贝，要让我大开眼界。
种虾是从哪里抢来的啊？真的是吓了我一大跳呢！真的假的？这个是你是在哪个地方标本那边那么拿来的？无啦，这是今年哟，朋友钓的记录鱼，一块钓啊，肯定是假的。哇塞，没有想到咱们刷港居然隐藏着这么可怕的货色哦！人家人家，今晚有众家高手的陪伴，相信一定可以把记录往上推进。上钓鱼，上钓鱼哟！哎，哦，快点，快点！把你老师啊！上一次跑掉了，跑掉了，不会吧？打好的机会就这样错过了。虽然传来的虾讯并不强烈，但也算是一个好的开始了。格林加油嘿，我可是把所有的希望都压在你的身上喽。哎、hey, ，my friend， 哎、hey. ，啊这边那讲就小搞点。好啊，好、oh. ，陈哥我跟你讲哦，咱这个用的你哦，小梗啊。小简就是这种 size 的，不要太大对对对，也不要太小。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四排简。哎、欸，阿凯啊，我问你哦，小咱那边钓龙虾哦，一般拢爱用迄落小梗啊。沈哥，因为小梗啊很嫩。敢是？你看我只有传两项物件，第一项你看蛤蟆。哦，蛤蟆。嘿，啊，过来这虾啊啦。啊，甲蛋类。嘿，咱即马甲蛋落甲做比较看下啊。哦，都有。哎，真有来呢。嘿，来来来。烤香丁哦，你有烤香丁，盐盐较苦。哎呀哎呀，哎，你巴肚枵哦，未有啦。哎，那边冇得食蛤蟆啦。哦，你看，因为迄蛤蟆壳安尼拍开的吼，爱内底是软的，所以嘛好新鲜新鲜的。这个咱龙虾吼，拢坚韧的吃啊。所以我们的那这个什么，哎，那小馆呐吼，那么受欢迎。对啊，因为。这个吼，伊酥啊嫩，啊个 Q 较耐吞，哦，比较不会被倒食走。等下龙虾来吼，加的几率伊个较大。原来这么普通的小卷，居然是钓龙虾的最佳法宝啊！真的是有实力，难怪我们躲开，吼吼，马上一个钓虾喽！耶！到了，小心点，好走好走。你看它的心不一样了，它有前面有两只毛哦，你有看到？跟一般不一样，好神奇呀、啊！这个令人惊艳的小宝贝，让我对这片黑幕之下的大海充满了许多的好奇心。真不知道，等等又会有什么奇怪的海底生物会探出头来跟我打招呼呢？哎，我看你的钓组跟那个当地的格里的不相关的。这你自己做的，对，这自己做的哦。因为哈、哦，为什么会这样子？我告诉你哦，因为哈、哦，这、那个田哈、哦，很嫩的，很嫩，很嫩的。你给它削掉，你怎么起来的时候它就削掉。啊，你也撸出垃圾的撸撸倒。它、啊、这个有个好处就是哈、哦，它是白铁的。陈哥。咱以前拢是用这款烟呐，对啊，只因为这种铅哦，它在我们上下在染坑的那个动作的时候，它会导致它变形。为什么变形？铅跟白铁铅来比起来的话，它是属于比较软的材质。啊，这种白铁铅哦，按我卡了卡不了。那不可能，我不相信。我只有你看，好好好，好 ，OK， 来。为了测试不同铅锤挂底的严重程度，我们在水族箱当中呢，模拟消波块堆叠的环境，实际来测试晃饵时会遭遇到的情况。像这个的话，我们现在软的铅来讲的话，就是普通的铅哈。我们在礁石区里面的时候，它的行进进进出出的时候，如果遇到
遇到一些狭窄的缝的时候，一上来之后像这样，哎，卡签卡住了，卡住了，对，它这样就卡住了。哦，你看我现在如果线先放松的话，线把它放松的话，它怎么样掉都掉不下来。然后我们在心内扯也是一样，永远的卡在这边，这就是掉下来的时候比较怕的一点。来，整个现在我们换白铁签哈，哎，你看我们现在在这个礁石区的细缝处的时候，我们怎么拉？有没有？它怎么卡都卡不住，因为它是硬的东西，硬材质的东西，它不会变形，所以它卡不住。哦，就算是不小心轻微的卡住了一点点的时候，我们抖两下，它也是都开的。OK， 万事俱备，只欠大虾啦。现在时间也来到了半夜，海中的龙虾应该也在蠢蠢欲动了吧？哎，小班长，鞭子到了。这边好像这个主群蛮庞大的哦。哎，对，啊，这是比较小只的，这是为未来的大物啊。哎，对对对，哦，就是小的多，咱们这边龙虾多，生态丰富。哦，这群屠龙高手的绝招还真多啊，学也学不完。但是最让我敬重的还是他们那份保护龙虾的心，从最简单的放生做起，将来才会永续享受到钓虾之乐。只是时间过得还真快，不知不觉就天亮了。哦，好累哦，现在爱困呢，你可没爱困？没啊。听冇？听啊。会听冇？我帮你坐到诶。那还坚持落去啦？坚持我知啊，迄传统恁要搏啊，当时搏当时赢。真正不是我爱 complain 啦，只是饥寒交迫的情况已经快要把我的热情给打败了。快点天哪！哇，这就结架了！我跟你讲，我跟你讲哦，错哦！天哪，我怎么那么衰啊？好不容易种虾，却看到一只虾饺。我问你讲，还是上重要？你讲，伊即马卡断去了啊吼，伊是走去，还是我搁等下过来加？伊差不多两工未食，听着听噶，哎呀！你即马袂使讲，我导演听。是这只啊，你够白只啊，一句内底无可能加一只啊。哦，我这拖都两公，叫我都在家扎鱼，扎做两公，而且他这个壳好会哦，这种事他干得出来呢。这么没有人性。做节目你知道吗？这么没有人性。对啊，他做戏都只有收视率，没有我们。虽然很心痛，但是看到那么大只的虾饺，我的精神也全都振奋了起来。咱们的屠龙大战下半场准时开战。下回呀，咱们不务正业的阿凯放的龙虾不钓，居然跑来甩铁板，阿个会钓鱼啊，真正被搞气死！你还蛮钓哦，你看咱听到哦，你看，情况是一发不可收拾啊！这大海中的巨怪不停地向我们袭来，现场的钟一声此起彼落，只要一下竿，绝对会有大雨上钩，实在是太惊人了！一扫我所有的阴霾，只是你们这群高手，不要把鱼都给我钓光了，嘿，也留机会让我威风一下嘛！大哥，今晚好，主要是要套餐。爸爸过的时阵，哦，小八卦大兵出没，阿官都钓两下哦，你站袂钓到即嘛，就好像休息一下，中场休息时间换这个小八卦上阵。经过了一整晚辛苦的等待，总算得到了一些小小的收获。这群小牛干的出现，带给我无限的希望。我相信，只要继续坚持下去，肯定会有更甜美的果实。Okay.
客啊，快无话我丢啊啦！有什么鱼啊？来，弟弟看，好，再钓哦！呼呼呼呼！打钓，打钓，打！出现，出现，出现！哈哈哈！我走啊，我走。两个还哦，两个见两个。什么呀？那这种情形，居然在这紧张的时刻给我转动，该不会飞机要发生了吧？哦，好了，两个。遇到那么令人意外的差距，真的是带给了我无限的乐趣。但是当我们在享受博弈之乐的同时，也不要忘记最重要的保育工作哦。所以说放生小鱼，爱护我们的海洋，才是我们钓鱼人最首要的工作。你懂信不信啊？哎，陈哥，哎，我在干啊，啊，我在干，哎，是吧？你看，你看，你看，哎，站住！经过了一天一夜的激战，所有的紧张情绪全都在此刻爆发出来了。到底谁能登上屠龙霸主的宝座，就看这一根呐、啊！太夸张了，兄弟，还这么臭？有啦，真的吗？真正的啦。吼吼，咱这大坡的吼，运气真叫够好的啦！今天最初的龙虾居然被他遇到了。第一缸要过啊，第一缸要过啊！进来进来，你看，哦，哇！天哪，我真正昏倒，居然卡住不动了！格林呐、啊，千万要撑住嘿！进来龙，哎，进来龙啊，你快点，这样喜欢厉害的。哎，我没有信号啊！突然的吧，居然同时中虾了，这情况我还是第一次遇到，看样子好运已经回来了。哦，他玩他放开、欸、我要放松吗？哎，不能，我们就只让杆不让线。哎，我就马上一把这里给我掉嘞。真正是有够紧张啦，现在也只能坚持下去，绝对不能给他认输。哎，有够开心的跳舞。这个呀呀呀呀呀呀！啊，这一把，啊，耶！哎，阿佳呀，哎，慢慢捡，捡，捡，哦，帅呀，啊 ，Frank 呀，真的是太漂亮了，又让我收集到不同品种的龙虾，硕哥的宝藏真的是挖都挖不完呢。哎，这个，阿龙，你跳，你跳，进来，哎，都快不，我的百年神功要上来啦！格林呐、啊，千万不要再出 trouble 了哦！哦，挂掉啊！经过了一天一夜不眠不休的守候，胜利的果实总算在此刻绽放出光芒。看到这位大侠出水的那一刻，真的是让我相当的欣慰。我感动的是，在所有人的努力之下，我们的海洋终于渐渐恢复了生机。我们应当努力的坚持下去，让这得来不易的成果永续的发展下去。宝岛依然大，祝大家龙年行大运，耶！围在
浩瀚的海洋，鱼种缤纷，令人眼花缭乱。大海虽然无垠，但资源却是有限。这一次的行程，发现到了许多不同品种的龙虾，每一尾都是那么样的眼力，也让我真正的体会到，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心存保育的信念，这片辽阔的大海一定会给予我们最美丽的回报。守护海洋的工作不能就此停下脚步，要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继续共同的打拼下去。我跟阿公哦，像中医讲，讲啥物哦，你会说的苦是拉啦，哦，像你阿公哦，力大无穷。干起来，真的啦，再来走啦。